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Max 的谢天一，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李昭和杨钰的拉票公演，谢谢。耶！谢谢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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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跟最不想跟谁去鬼屋的话，那应该是宋欣冉，因为我已经想到了，如果跟宋欣冉去的话，哎呀，如果跟宋欣冉去的话，他会这样，就全程抓你，他会掐你，你知道吗？他开始掐，对对对，然后就他平时没什么事的时候，他就会掐你，更何况进了鬼屋。对，我也是这样想的。对，然后如果选一个人跟谁去，我要跟张丹三一起去。我吗？嗯，因为但是我会破坏鬼屋体验，就是要跟淡定一点的人去。但是我过年回家的时候，我跟我同学去了一次一个鬼屋，然后是真人的，然后是医院的那种主题，就只有我们两个女生。哎，我们不会去的是一样的吧？是吗？很大很大。回家，然后还有家的时候，哦，不好意思。然后就只有我们两个女生，然后怎么办呢？然后就跟另外三个人就拼到了一起，然后之后进去。进去就不行，就是感觉很莫名其妙，就是感觉有三个不认识的人。 对，就不认识，然后因为是中间可以退出的，然后就少了很多人，本来就没几个人，然后中间可以退出，然后又少了人，然后就哎，我听说就是有人骗，不知道是骗我还是怎么说，就是真人会乱摸你，会吗？没有，就是他不能摸你，但是我们几个就是不敢走，那个已经有一个鬼来吓我们了，之后我们就在那不敢走了，不敢走了之后我们就一直在那，然后那个人扮那个鬼就已经不耐烦，就说就这样，然后我们就说我们等一会儿就走，然后那个鬼就，然后没有办法，然后就被他赶走了。嗯，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。耶、谢谢大家。